是啊，希望下次看电影的时候再也不要遇到这种有多动症状的。再说一遍，母星星，说你呢，母星星。你是不是有毛病？徐诗韵，观众朋友们，感谢大家对我们《爱在深夜时》的。你在学校里边撒泼就算了，来了这儿你也这样。为了小游戏，你自己在学校里面是什么样子，你不知道。 那是因为我让着你，我平时在学校里面是什么对你不是什么？高级护肤品套装，三等奖，定制情侣装，还有幸运奖蜜源玩偶。那么在场的情侣们，有愿意参加我们活动的吗？应该不会有人吧？来来来，徐诗韵，摄影机。 护肤品，加油，走！走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小游戏呢，就是格力高游戏。既然我们是情侣游戏，那就要定一个甜蜜的规则：两个人要一起合吃一根格力高，一次只能吃一根。哪一组最快吃完一盒，哪一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名。好了，大家都把这些格力高拆开，准备好了吗？记得不要亲到嘴。 比赛开始，那组才开始呢，要加油了。哎，这一组已经吃了五六根了，啊，还有那一组吃的很快了，吃了七八根了，吃了七八根了，是不是？ 抓住了，抓住了，弟弟！看来我们今天的第一名已经产生了。大家加油啊！我们的第二名是谁呢？我们的第二名产生了。一等奖呀，好酷的摄像机啊！我们可以用来记录生活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化妆品了，我以后一定会变得更美。那你晚上试试看。我到底刚才在干？